是 Lee， 然后 Howard 跟 Mu， 然后他们都是就是线上的机师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的大学是念同一间，然后是我很想了解的大学，就是 Andrew Riddle。其实哈佛难考是因为哈佛综合性的东西很多，那其实进来不难，那只是说你要进来，但是要完成这个学业的部分是相对比较困难的。他的学费跟哈佛一样贵吗？他的我们的学费其实没有比哈佛贵，我记得哈佛是一年大概跟哈佛不用飞，5万。对，可是我们韩飞的话，我们韩飞5万到6万，分开的，飞是分开的。所以你光缴学费是没有用，你要就是每一趟飞行你要另外出。可是不是每个科系都一定要拿到正确的，只有一个系吧？就是这个，对，我们科系是一定要，我们是一定要飞，我们是航太科学嘛，航空科学，我们出来是 multi commercial， 然后如果你是选，因为我们有四个 specialty， 就台湾的话应该叫学程嘛，就我们系还有下面还有分四个学程，然后如果是 airline pilot specialty， 你还要做 ATP course 嘛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学校会有就是哈佛的称号？那因为哈佛是所有的科系都里面都是顶尖的，那我们顶尖的就是航空的部分，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跟 aviation 有关，我们从 business 的部分也是跟 aviation 有关，那我们也是专就是有专攻是 aerospace engineering， 然后 human factors 还有 space physics。你要讲中文，帮我打英文字很累的。他怀疑是不是？对，打中文字就是航，就是上字幕上字幕航太的物理科系啊。一般大学它是综合大学，那有些学校它是大综合大学里面它有航空系，对，叫做 aviation major 嘛。那我们是每个系都跟航空，都跟航空，所以说全名其实叫做。Embry-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， 所以它是全部都是對跟航空有关，但不一定是飞行。所以全世界只有你们是這樣，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是这样。对，所以你们不用上一般的什么历史英文，我们还是要是要的，这是大学。对，你们要拿到那个飞行执照，那是有规定，就是你要怎么选？比如说我大一就要把它拿完 PPL。它的确是有这样的规划，但是这个你要拿到这个证照的时间，有关于你的这个人的能力。那最终你要毕业条件就是你的学分要先修完，然后呢，你的证照要先考取到。对，那么不用拿 CFI？ 不用，不是 requirement。那我们学校的 flight program 是，你 repeat 两次吧，对，两次，你就会 fail， 就会开一个 review board， 就像 airline 的 training 一样，它会有把关。我们的 fail 是真的就在你中断你这边可能，对，你就没有办法在这边，而不是说啊这堂课 fail， 就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你这个系是毕业一定要拿到。这些执照，所以如果你是被退学啊，是被退系，可以转，你可以转，你可以转不用飞的系，对，因为你毕业条件就是我们学分要读完，然后你一定要拿到证照，但是证照是要在学校拿到证照，对，因为身边朋友也想要问这学校的话，就是进去我们学校真的很简单，我觉得真的不难。可是你这样讲啊，我先打断一下，其实我第一次申请是没有上，其实然后我们国泰另外一个学弟第一次申请也没有上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有问题。那像林立廷也是在美国读高中，所以我们从美国读高中的管道跟国际学生的管道，其实相对还是有差别。虽然说我们一样都是国际学生，
如说我们有美国的高中成绩，我们录取的标准就可能相对比较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进去学校是，其实我不知道他们。我忘记你就是讲了，不是只有我。我进学校之后，每一年招生真的是招到常常听说啊，学校没地方住，就他们这个他们越塞越多嘞。但是呢，你真的要完全真的要毕业是困难的。像是第一年，比如说我们招生1000个人，好了，就是大一生招1000个人，那其实大一完成大一之后，只会有75%留下来。啊，一个是学费太贵，那另外一个是就是很不习惯大学，然后就等到太无聊。对，就是等我们学校那边其实蛮无聊。然后就是要再毕业准时毕业的话，可能就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可以准时毕业。哎，那所以你为什么会再接再厉？就你真的很想进到学校？对啊，我当初其实我已经到美国，我人已经在美国了，因为我本来其实我一开始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完全没有认识的人，完全没有，我是在网络上一个航空论坛。然后我在那边发，我只是碰运气，在那边留言就是问一下学校的事情，就有一个澳门人，他其实在小时候在台湾读过2年的小学，然后但他是澳门人，对，然后他就回我留言，他觉得我有在做功课，就真的有在问问题，真的有认真在问问题，然后他就回我，然后他就建议我说，第一年因为我们还是大学就一定会有通识课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，因为我们学校学费非常。他说他觉得通识课就不需要在我们学校学，他觉得通识课现在外面学再转学过去，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也是在同一个地方，也是在 Daytona Beach 的一个州立大学，本来是想要读一个学期就去，读一学期之后申请都没有上，然后他寄一个很正式的一个信给我，就是真的是不好意思，对，就是真的，就说什么。就是什么？对，然后就遗嘱啊，还是遗嘱？对，然后其实，然后我就跑到 admission office， 我就跟他讲说，他说我还不在，对。然后我去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可以跟 director 谈，就是可以做决定的人谈。哇，好励志哦！这是什么地方？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的话，这种讲法就是比较容易的。跟在台湾，我是觉得就是人家说不行不行。可是在美国的话，其实他们会台湾分数没到，对，他们会越想要这件事。说真的啊，那时候我英文不好，你英文不好，我英文真的不好，真的不好。没有，我英文真的不好。那我怎么办？你中英满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说我英文真的，那时候我说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英文不好。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？我国中毕业去美国。不过托福其实那时候没有考到学校的门槛，其实差一分啊。然后就跟他说，可不可以通融一下？他们其实就 OK， 就是让我再多修一堂课而已。对，非常的。那你的感人的故事要讲完吗？进去那里，然后来。进去，然后我就跟后来就出来一个男生嘛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就说我来美国就是为了这个学校。如果你不让我进这学校，我明天就要回台湾。哦。然后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对，就是我就是想做这个，而且我喜欢来这个学校这样。然后他就说好，然后他就说那我把你当成一个 special case 这样，那你要在州立大学继续。再学一学期，然后我要看那个学期的成绩，看你的 GPA 可以到多高，然后你要写一封信给我解释为什么以前高中成绩这么烂，这样子。是台湾吗？高中台湾在台湾的。然后重点是那学期超痛苦，因为那学期我那学期学的通识课就是什么。就是什么英国文学课啊，什么超累的 public speaking 啊，然后说我才刚去而已，就是你知道，说真的，英文是不好的，然后超累，所以那时候就一定要把它分数冲高，但是很痛苦。我是国二就出去，然后刚好衔接高中，然后因为我那个高中就是跟旁边的大学有飞行科系的大学去学飞，所以我就高中毕业就拿到第一张证。他刚刚就有飞了，对，他刚刚读的是那种军事教育，然后军校那种学校。类似 ROTC 的啊 ，ROTC 啊，叫 JRTC， Junior， 真假的，当然了，要算制服啊，哇，难怪那么帅，高中算制服，难怪在他后来他进公司，大家都以为他军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长得太老了，长得太老了，太资深，长得太老，你开飞机啊，开飞机的执照比你驾照早拿到，对对对，拿到。传说这种人，真的在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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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我的故事最感人的，对，最厉害的。但是我觉得真的要进学校，我觉得follow他会比较好。对对，我觉得我现在也他意思是说，就是他们意思是说 general course 在外面。对对对，我分析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对对，我们学校一学分是1000，将近1300块美金。
那我们一堂课是不是三学分？所以一堂课的话，算是四千块好了。那一堂课十二万哦、喔，一堂就一堂课，比如说一堂英文课也是一堂是十二万哦、喔。你管他什么课，三学分就是十二万，所以你不敢翘课。对，可是如果说你相对去社区大学，社区大学一学分可能有从100块、200块，最高可能就300块。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宁愿走他的方向。对，我其实这样回头看，因为我们通识课，我们也不是出来想要当学那莎士比亚写书，对，那是来学分。那个 Emory 的通识课叫 Professor， 其实。对，我觉得不会比外面强，因为通识课本来就不是专业的，本来就不是专业。因为我们学校大部分就连数学老师、物理老师，他都有飞行员的资格，他都有飞行员执照。但是你说的每个飞行员，他数学都教得好吗？其实不一定。我觉得我们都非常好。像我们一般大学就是社团都是一些。你的真特别的，你两个都蛮酷的。它不是社团，它是像是校队啊，校队，就像我们以前有田径队啊，什么拔河队啊，校队是开飞机啊，类似的。因为我当初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有弗莱廷这个东西，是还有别的学校有吗？我们有分区啦，大概9个区吧。那我们佛罗里达加 Georgia 加阿拉巴马，这样几区至少有6队。很多大学是。就是什么科技都有，那飞行是一小部分，所以不是像我们这么。所以你学校没有？像 UNT 就是有，对对对 ，UNT 也有，对对，因为大学都是大学。但是像Jacksonville 那学校就是一般大学，然后有一个飞行的部门。那里面没有航空器，但是他没有航空器，他就是有这个部门，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像这样的学校，小学校，然后来比赛。那比赛项目会很多啦，那。很多就是知识类啦，然后或者是辨识飞机的啦，然后计算方面啦，然后这些都是地面的东西，地面，然后最后飞行，我觉得很好进那个飞机，只是你真的要 commit 的话，是蛮要时间，对，因为他每天就是课余时间，其实很多时间都花在上，很多用学校，其实，他练习都不用钱的，对，练习就是我们所以花很多 hours， 对我飞都不用錢。如果你们大三、大四才拿到做执照，可以再考可以再考下去，但是没有人会想要去做那件事情。其实我说的，然后他们两个互相干掉了，他那个他们两个对立，有点算是对立的。他们两个社团有点像对立，是的。对，有点。讲你的社团，我的那个叫做 AOA 啊，是 Alpha Omega Alpha。那他我听想像 fraternity 啊，他其实他算是不是有点像是 fraternity， 但是他是 honor society， 那你像你其实要加入的话，你的成绩只要达到一个门槛，然后有一个教授推荐的话，就是可以。那么所以你们社团主要在做什么？举办学校有一些航空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去推广，有点像学生会这种。对，然后我们是去来招，就是请一些外人来，去做一些charity 募款。那时候 captain 手里来我们学校的时候。就是我们社团跟他们社团一起来达成这个东西的。那还有你啊，你是社团？我讲了吗？哦，我社团 skydiving 就是高空跳伞社团。所以每就比较没有出息，就我们都是自己玩，他们都是有认真在做事的。然后我是比较自己玩的那种，就是高空跳伞社啊。然后我有 skydiving， 然后因为跳伞本身是一个比较贵的运动，极限运动。然后我们是一个学期只要$100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可以用他所有的 gear， 就是他的伞包啊什么都可以免费用。对，然后他也会有定期的活动，就大家一起去跳这样子。但是当初拿跳伞执照很便宜，就1000块美金，非常便宜。跳伞为什么要执照？跳伞执照其实就是你可以自己跳，哦，是不用有人背，不需要一般来讲是有 instructor 在后面，对，帮你，所以你可以背别人。我不行，那个要教练执照，对，要背，要跳好像1500次一样，对不对？1000多次。然后，所以你要，但我知道结果就是乱乱讲，没有危险，没有危险，没有危险。有火箭社，那我同学在火箭社，然后他们是可以，他们申请那个空域，申请到5000尺。对学校印象很深刻，或是你很怀念的东西。你说像我听说你们学校有卖那个滩涂的贩卖机，很贵的。没有，但是贵的要死。那个是紧急用的，东西没带忘了吗？对，因为东西没带，就不能上课。对。哦，最推荐校园来一个景点，因为其实景点我是觉得好，只是里面所有一个就是我们 high altitude 的那个 laboratory。然后它是一个特别的，就是一个
房间，然后他们就是有个抽氧机，他会把里面的氧气抽出来，就模拟在一个30000英尺的氧气量。那你走进去的时候，就会开始体验到那个缺氧，然后你会要记录说，自己有什么症状。所以每个人都有进去过吗？对，这个系，因为我们航空就是航空生理学的其中一堂课。一堂课。那你的印象很深？我记得我们的 maintenance building 上面，我跟你讲过那个，可以看飞机，可以看飞机，可以。然后我说中国军的吃东西，然后跟他们在那边吹风看飞机，就像没朋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复修是那个航管，好厉害啊！他是辅系，辅系，对，所以你很忙哎。还好，你是4年毕业吗？3年半，他不是超强的，我没有啊，4年半，没有没有，你少在这边，我4年半，因为你要，因为我 private 先拿到，所以有一些学分就是可以。那个 ATC 我觉得真的要讲，因为他那个完全是为了想要当航管人员，那就是去报考那个系，你基本上就是在做一堆模拟的操作，然后当塔台、当区域管制的这个模拟，就是因为有一些学长姐他们已经是航管，所以。FA 有什么任何的新的policy 的变化都会跟我们说，然后我们就会跟着那个走，所以他们一进去一毕业去衔接当航管的这个工作是其实蛮容易的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常常有很多人会私讯问我，比如说大学要不要念航太系，我其实都不会特别建议他要去念航太系，我觉得我反而建议他就是多尝试各种兴趣，然后把成绩弄好，英文弄好。那你们真的都是可能很小，高中就真的非常励志，就是我一定要，就你们很早就决定你的人生哎，对，因为你们决定这个航太，一个航空大学，就是你们逃不掉，只是想要当机师，你会建议他们去念你们学校吗？我觉得，除非你对这个领域是真的非常的想要投入，对，你再来，因为你来的话，你花大笔钱，然后你要花的时间真的太多了。你要读的书，你要学费，毕业之后，你要等待，你要等报考通知，那中间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。这个，除非你是真的100%想要完全就是走这一行的话，我再建议你来。不是说你今天去公司报考的时候，然后拿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光环去，然后他们就会录取你。其实不是，而是这个学校会。准备你成为一个比较健全的飞行员，给你很多资源，对，所以你会出来的人会比较有机会。一说学校给你的资源是够好的，好，所以你比较有机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飞行员，比较而且而不是说那个证书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这4年毕业好了，我进公司才发现，哇塞，还有太多东西要学，太多太多，真的四年以来，我真的觉得哇，今天好累好累。进公司才发现，哇塞，更累，真的更累。以前已经觉得我们自己学很多了，因为你刚问你说大学是不是一定要读这个？像我那时候也有觉得说，因为我们太专精了，所以如果之后出来，如果我们要走这一行的话，对啊，就是已经很早对，所以像我最后像我大学最后，我有想过以后如果不当飞行员做什么，所以我那时候还有加考了一个 FA 的 dispatcher 啊，对，我说以后如果不做飞行员，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做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发现回来台湾之后，以台湾的身份去重新毕业。遇到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花了4年都是在航空里面。当你今天回来真的找不到，没有办法进公司的话，你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做。对，我是觉得，如果说你可以拿非 Embraer 或是 Embraer 来比的话，你同时在地面训练航空公司的地面训练的时候，对，那他们要从零到学校那边，但是我们已经可能有50分，再去学校100分，那真的就是有差了。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已经决定，你看高中就决定你的人生就是要在航空业，你就可以念。对，然后最好不要贷款，就是家里最好是可以支援，不然太累，真太贵了。你们学校如果我想要参观你们学校，然后想要去买个贴纸，那我要怎么去你们学校？你们学校从台湾去有飞机会可以最快的？目前一定会转啊，转到哪里去？目前最快，我觉得应该是飞到纽约。纽约之后再搭 JetBlue 飞到 Daytona Beach， 这是最快的方式。两个，就是那班次比较少，对，那班次比较少。它不是 Daily Flight， 是靠近迈阿密吗？我们在北边，奥兰多，那边北边4个小时。所以我可以先去迪士尼玩一下，再去学校。也是，就在旁边而已，40分钟就到啊，就在旁边而已。那时候都有买那个，就是 Annual Pass。我看我男友爱走了。
今天就到这里了。OK， 赶快要赶飞机，赶飞机，不要被砍头了。好，那刚刚说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嗨，最后顺飞啊！好，谢谢谢谢。下次要开这个。下次上班应该3号还是4号吧？你要拍这支不是好的范例，这里面都是杂七杂八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你这几秒哦，他好喜欢。